我们董事长乐团呢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就是我们12月份的时候，应该会安排一趟美加的巡回。我们这一趟去美国、加拿大，也是希望这些海外的乡亲，就是1月份的时候呼吁他们要回来。当然，我们都是呼吁那个回来会选对的人啊，那个想要选不对的人，我们是叫他不要回来。而且我觉得。 有些我知道，所以我们在抓起，但是抓起没什么酬劳。可是我觉得很多那个对的事情就是要去做。我们如果不现在一起守护这片土地的自由民主，
以后咱的囡仔给咱完成，为什么他们呼吸到的空气是没有民主自由的？所以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本分，影响家里的任何一个人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我给您拜托，真的要让蛋糕的小孩又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台湾人。然后他刚刚讲，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了啊。好，那我们还没有决定要唱哪一首歌的时候，那我们先唱一首给海外的朋友听好了。他们听到妈妈，妈妈在台湾，他们不用来投票，他们是不好。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好，一起唱哦。